报告委员会，今天是我们卓荣泰院长行政团队首次莅临立法院，我们掌声跟他鼓励一下，好吧？另外，今天是我们立法委员郑正乾的生日，但是我没有看到郑正乾委员，等他来，我们再帮他掌声鼓励啊。好，报告委员会，现在我们进行国事论坛。各位委员同仁，好，各位委员同仁跟大家报告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请尊重咨询委员。第二个重点，我们今天院会专案报告是用即问即答的方式进行，由委员跟官员共同使用询答时间，委员质询再由官员就质询的范围答复，因此委员跟官员之间基于互相尊重，共同遵守此项规定，好吧？非常谢谢徐委员巧心，也谢谢陈院长，谢谢官员，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听起来是这个意思，我们请今天的寿星徐嘉宾委员啊，请咨询啊，钟嘉宾委员，对不起，我被我很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谢谢政府机关。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现在进行增订第五十条之一，请宣读。委员会现在依登记顺序发言，请林代化委员发言。委员会请尊重发言委员权益。发言，林代化。请林代化委员发言。没有了，没有在。请林代化委员发言。林代化。第二位，请黄秀芳委员发言。黄秀芳。黄秀芳委员。黄秀芳委员发言前，院会跟院会报告。跟院会报告黄秀芳委员。报告院会，今天。报告院会，今天是我们吴思瑶委员过生日，我们掌声跟他祝生日快乐。好，请黄秀芳委员发言。外食的现代人来说，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面对换季引起的干痒红肿，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金三角全效配方让肠道增加好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录多篇学术报告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如果你也想尝试，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每日克菲尔，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